大家好，我是多伦多捷达地产的 broker Fred Lee 啊。今天呢是2018年4月4号，9点半了啊。这是在多伦多市中心啊，在这吃了个晚餐，感受到真的是这个城市啊非常非常有活力啊。今天下午呢，我们考察了一个在多伦多市中心很有趣的一个项目，叫 Central Condo， 马上就要开盘。今天呢也是拿到这个最 fresh 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最新鲜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也在市中心呢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分享。这个项目呢有这么四大亮点吧。第一呢，当然就是说它建筑商了，大牌建筑商 Concord 在加拿大呢都建了10000多个单位了啊，是整个社区这样建的一个建筑商，有口碑啊。再有就是它这个 location， 我们说多伦多市中心呢，现在这个Central 这个项目呢，它的这个步行方面指数和交通方面指数啊都是满分，这种满分的这种项目也是不容易找啊，好地段。再有呢就是它的科技元素啊，这个科技元素可以讲呢是这个项目呢非常有别于其他大楼的一个特点了。就说呢这无死角，整个大楼无死角，100%啊 internet 啊，走进电梯，走进这个地下的停车场，全部都有这个 internet 啊，而且呢还有一些这个自动识别呀，是吧，屋子里面温度控制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说它一个商务中心，这是我真的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在这个市中心呢，你就哪怕租一个这种 desk， 你做商业的话一个月的话也要1000块钱以上。那这个大楼里面，如果你是这里面住户的话呢，可以免费使用里面的一个商务中心，这对想创业的年轻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吸引力啊。那朋友们肯定会说了啊，这大牌建筑商这么好的地段啊，这个又这么有特色啊，商务中心，那这个一定很贵吧？反正价格也是怎么讲呢，不高也不低啊，1000块钱一尺起步，这跟现在市中心开盘的这些新盘呢都是一样的这个价格，1000块钱一尺起步。那这个地区呢，这个空屋率呢很低，非常容易出租，一睡房呢是2100左右，两睡房呢2700左右，所以说呢它是自住投资两相宜。那捷达地产呢作为这个项目的 VVIP 的 brokerage 呢，我们有最优惠的价格啊，最早的 access 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要马上联络我们啊，这个我们呢可以帮大家锁定啊心仪的单位。谢谢大家。